小孩到现在都就好像个位数哎，就是有点柏拉图式爱情。我说怎么样？上面有房间，我们 Let's go 这样子。他说看不要闹了，你真的很脏哎，很脏哎。女星产后两年黑手仅个位数，求婚老公竟被嫌脏。我最近那个小姐不心地有一个圆梦计划，然后我在好几年前，然后因为就是一些种种的关系，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发张专辑。我说啊，那我想出张单曲。黑社会出身的玉兔终于圆梦出单曲，导演老公还帮她拍 MV。日前才在节目抱怨老公一年做一次，以为一起拍 MV 感情升温，没想到因为就是圆梦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一直都还没有。对，我就是有点柏拉图式爱情，很厉害吧？生完小孩到现在都就。好像个位数哎，这个问题好像之前彩婷也有回答过，就是说可能次数比较少，生完小孩子，所以你才会做那个情趣用品的产业，对，然后女生可以自己照顾自己，对啊，就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啦，对，可是还是要理清原因，是为什么会减少，对症下药，原因就是因为要圆梦，没有，对，要圆梦，所以说到底是太，那我要，那我要出专辑，要保。保持处女之身，所以多久没开机了？好久哦，我不记得，我真的不记得。但是因为我和我先生就是你知道，就是一直已经达到心灵那个很高层的境界。我们那天拍摄 MV， 因为我们在一个就是独栋的那种 villa， 然后我先生拍拍，我就说哇，你好正哦这样子。我说怎么样？上面有房间，Let's go 这样子。他说看不要闹了，你真的很脏哎。加